一二三，元之棒 ，Tommy 变大先生。今天我们来到跟机场一样的 Everreach 深很长免税店。哎，那我们要拍什么计划？其实我也不知道。今天就是要给很努力拍片的两位用钱。然后这个信封里面有5万块，吃的主题就是要让美女店员开心的礼物。如果让店员就获胜这样。你给我们5万块？对，一个人一个人。一人五块，那是不能买自己的。哦，是为了美女，美女，而且美女店员，那更开心。真的有吗？哦，很多很多。喂，不用不用带回去。喂，还有美女在哪里？美女在哪里？你要gentleman一点。好。Oh my god。哎 ，Oh my God！ 哎，第一次见面，这次就是要帮美女店员挑选礼物，然后要测试两位的 sense 呢？有，原来我就是 sense， 我的名字 sense 先生，我是 sense。曖昧で複雑なこの時代、求めろ全部よ。到深恒昌的4楼柜台办理购物手续，要拿到购物卡之后才可以开始购物哦。哦，然后就先移动到4楼吧。好，会在这里住吗？对 ，OK。你好。你好。我打护照。我拿到这个。好，镇长，我们现在已经登录好，可以买东西的。然后你也拿上纪念，是因为我们现在要分开去。我说明这次的规定哦，这次我们的时间有40分钟，40分钟以内要花5万块，太贵吧。然后我们的目的是谁可以偷他的心，偷他的心，对，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你是我的对手啊，你不是我的对手，太简单，太弱。比不上，那我们现在40分钟，3、2、1，开始。好，拜拜，尊长。好，我现在这个是4楼，然后他们有卖化妆品之类的，女生会需要化妆品，但是我觉得化妆品这个不行呢，应该每一个女生都有自己喜欢的品牌，适合自己的皮肤啊，或是什么颜色啊之类的，所以。如果这个我选做的话，真的是糟糕，美女店员应该会讨厌我，所以我先避免这些化妆品的东西。哦，很聪明哦，很聪明的感觉。应该女生喜欢比较有名的品牌，是这里有很多有名的品牌耶 ，Estee Lauder、Dior、SK-II， 这些我都知道，他们的品牌的差别呢？啊。我要考虑一下这个5万，一个买很贵的东西，或是要买很多东西，哪一个比较好？哦，吼吼，怎样？吼吼，一个大概1000块。好的话，怎样的颜色比较好看？跟他一起亲的时候，我想要哪样的颜色？它是一个大人的女性的感觉。真的吗？我真的不知道，我因为我没有买过口红。店员来帮我们介绍。聪明。金点色是卖的最好的，它有分两个质地，一个是比较滋润的，然后一个是哑光质地的。对。我比较喜欢这个下面。下面这个。OK， 多少钱？1100。好。我现在到3楼，然后这一条都是非常有名的那种品牌，像 Gucci 啊，还有什么 Prada 之类的。但是我的目标不是他们。今天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全世界的女生会喜欢的一个品牌。对，就是 Tiffany & Co。就是应该没有女生不喜欢，代表那个美女店员也
应该会开心，但是我担心的是价钱，这边的东西有点高级的。Tiffany 这个店里面也有很多东西，像 ring 啊，或是什么 necklace， 或是耳环啊之类的，都有。哎，美女经纪人，可以帮我吗？因为我是男生，所以还是有点不懂女生的心情。女生喜欢 Tiffany 吗？喜欢。哦，台湾的女生也喜欢。也喜欢。哦 ，OK OK。如果生日礼物的话，男朋友送我的话，喜欢手链之类的。哦，为什么？就是好看，实用。项链。项链太贵重了。哦，是吗？哦，手链比较刚好。手链比较刚好。对。那我们先找手链。它是我们 Tiffany T 系列的现在最热卖的作品。那如果这个的话，就是很小巧可爱，然后它是一个微笑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它是 K 金的，其实也很好保养，然后很秀气。这个多少钱？这个是18500台币。可以吧？哦，这是另外一个他们的经典的，这个叫 Tiffany。1837，哇，很漂亮哎！怎么办？这个多少钱？这个10000。哦，比较便宜。可是便宜不是重要哦。如果想要偷女生的心的话，不要考虑价钱呢。那我这个好了。因为那个银色的是最经典的，可是很多人可能会戴的那种，我想要比较特别一点的。谢谢。OK， 现在我大概花了7分钟，然后用1100块，好怪哦，有钱人的生活的感觉呢。这样买很多东西应该要很多时间，然后没有感动的感觉。我想让那个美女感动，我想得到，好点子，走。我要买指环，是什么？戒指。戒指，应该她会感动吧？哦，哇，这是一个连指环。42800块，这可以买的。但是我想要的是更有那个结婚的感觉的。对，因为今天我跟他结婚。哦，这个也不错。这个吗？啊，我想要这个。对对对对对。28800块。对，好便宜。哎，现在我有大概10000块。我可以买两个。可以买两个啊，一个是我的，然后一个是他的。对对对，いいじゃないの。よかったじゃない。よかったです。会上去了哦。ちょっとだけです。ちょっとだけ。はい。有你推荐的。有推荐要女士的吗？买两个，然后10000以内的。这一个是20500，一个是22500。刚好国贸业有生意来。哇，やった，よかった，找到了。Yes。OK， 再修一个这样。接下来我想买包包，您先的话很喜欢包包。我在路上很常看到拿 Gucci 的包包的女生，应该这个很多人会喜欢吧？来，先看一下。我要看。女生会喜欢的包包，女生会喜欢。可是我想要比较小小的，它是可以背的，手机跟像这样子的吗？哦，可以可以，像这种的大小，最新的哦。所以这个里面可以放什么？可以放一只手机，手机，然后卡片、口红，小东西。哦，哇，可以哦，这个真的吸引我，因为。刚刚那个店员说，这次那个2019年的 Autumn Collection， 这是最新的。然后这是其实打开的话，这个可以当钱包，然后可以当那个包包的。
所以我觉得很方便。重点是这个包包就是不太明显它的 Gucci 的 logo 的感觉，我就是喜欢这种没有很明显，但是 detail 看的话，哦，原来这是 Gucci 的这样子的。然后我要选颜色嘛，果然我喜欢，你先带黑色的东西吧，黑色比较成熟的感觉。对对对，那个这个是多少钱？这个免税价是39,800。完蛋了，超过了。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想一下。哦，完蛋了，因为我现在只有32,000。还是有别的可以推荐？哦，对对对，别的，我要看别的。可是我不知道你带几号。爸爸妈妈真的谢谢我变这么大了。那你的太太你要带几号？不好意思，我今天认识他，所以你今天才认识他。但是今天要结婚，对，他太喜欢我，然后我太喜欢他，对。一目惚れ，对。よかったです。よかった，对。就像要女性的，有点更贵的。你要更贵的吗？对对对对，一般的时间过了，怎么办？很难选耶。现在我要选透明的状态吧。喂。哦，你现在怎样呢？已经卖完了吗？我现在挑第两个的。哦，我也现在挑第二个。哦，第二个啊，那完全一样的状态呢。你干嘛打电话给我？你要我的 advice 吗？不用。你不懂女生，所以才问我是吗？你知道我的名字吗？我是变态先生。那就是不懂女生啊。懂男生，可是不懂女生，是吗？怎么办？是对的。你要加油，拜拜。那15分钟见。好啊，拜拜。好，拜拜。哦，这个比较少看吧？这不是很多人，对，因为新的才刚也是刚出的，哦，然后后面有一个爱心，女生会很喜欢。哦，哎，很可爱啊。嗯，然后很多颜色哦。有黑色吗？有黑色。我看一下，果然是黑色吧，比较有成熟的感觉。但是还是里面有可爱的感觉。好，我买这个好了，28,000。28,000，好，买单，谢谢。哦，这很漂亮耶，35,000。哦，真的应该是。戴上。哦，我用 coupon， 用这个的话可以。可以。Yes。所以。用这个。这个。还有开箱的，またイベントがあります。哦，哎。35,000加上10,800，减掉4,000块，又再减掉，哦，2,000块。2,000块。我这里要把它拿出三证给你。Yeah。真的是 very good， 真的是完美的，真的完美，真的是。我刚刚买好了 Gucci 的那个包包，然后剩下的钱是大概3,200，所以我还可以买一个东西，那我要买香水。因为女生出门的时候也会喷香水，想要买有点高级一点。我现在看的品牌是 Marc & Jacobs， 这个是女生也喜欢，可是我也很喜欢。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个香水很漂亮，很可爱耶，它们上面有花花，而且价钱也是2,400块，我的预算内。很香耶，好，我直接买好了，我喜欢这个味道。我听过，女生超级喜欢 Coach 的包包，有1,900块吧，可以买 Coach 的半个，要确认一下，这个好帅。这个的话，免税价是台币20,200。哎，我现在有大概2,000块，有2,000块可以买的东西。2,000块可以买的话，那可能要。台币免税价是2,900，还是有一点点超过啊。原来如此，当然。我剩下最后的钱是800块，是吗？然后刚刚我买的东西都是那种他线上带的东西，包包之类的，所以我想要给他一个甜点，因为他也应该工作很辛苦嘛，那一定要买巧克力锅底吧。这个包装。这是爱心耶，很可爱的感觉。520，这是我的预算呢。
应该他会开心吧。已经没有时间了，1000块、1900块就可以买的东西，应该衣服的话买不到吧？有！台湾的零食，应该这个的话可以买吧？应该现在那个 menu 但很久，所以肚子也应该有点饿，还有应该 coke。你们刚刚花了40分钟，然后花了5万块买了一些礼物给美女店员，就等了，就等了。好，我刚刚买4样东西哦，因为有5万块，其实可以买很多。然后我买了1000块，还有一餐水 ，Marc Jacobs 的啊，对对，一餐水。因为很辛苦，然后最后是 Godiva 的巧克力，因为你天天工作很辛苦，所以想要那种甜甜的感觉。谢谢你啊，不是不是为了你买的，但是还没结束。请 Tiffany， 你喜欢 Tiffany？ 嗯，哇，每个女生都喜欢。哎，对对对对，所以我选了，然后。我选的是这个，你可以戴一下。哦，很适合你啊，很漂亮。喜欢吗？有那种心动的感觉吗？有，但是预算有爆表吗？没有，这是预算内的。预算内的吗？对对，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不知道。这个是你的笑容。谢谢。不会不会，你看笑起来跟他一样。谢谢。怎么样，娟长？我选的东西很有 sense 呢。你说，来换你了。我只是买大概3种东西，台湾的，红的、橘的，还有台湾的。这个大概1900块。因为你等很久，我已经吃的东西，然后吃的。还不错、啊，还不错。还有口红，对，是Dior的口红，这个总共大概3000块。啊，那还有一个，对，4万7000块。哇，哇，好紧张哦。嗨，马达，嗨，马达，加油！嗨，认识你。我带我的嗨老婆。比基对美女吧，星期二的马戏，对吧？我的老婆，我是老婆。你什么时候跟店员那么熟？他是我的老师。老师，是你现在来到这个是 Jewelry 的店，对，宝石的店啊。到底你买了什么？是这个。来了，啊，对，最近的流行是，是，酷酷的是，这个是你，对，可以自己买吗？好感动的，哇，我们终于结婚了，终于要结婚了，结婚快乐，恭喜！你觉得怎样的？太贵重了，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啊，对，第一次见面，然后一定要结。谢谢。怎么样，美女店员？今天我们为了你选了很多东西，然后最后你要决定，你要选一位你比较喜欢的。有 sense。对，有 sense， 是到底是哪一个？对，3、2、1，嘿，上。老婆危险吗？他不是你的老婆。太快了，我也觉得太快了，对，不行，好险，比较正常，不好意思，对对，慢慢就好。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凤梨酥跟台湾茶。哦，好，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计划结束了。但是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怎么样来顺很长内湖旗舰店购物的方法。那我们来这边看看。首先，你要出国45天前要先带护照，然后还有电子机票，
出境的内容，然后呢再来我们的四楼免税的预售中心柜台来办理你的购物卡就可以购物咯。还有这是有到这里的免费的巴士哦，对，还有这个巴士有点特别的双层巴士，风景超级好看的。自由行的客人的话会有最多奇葩的优惠哦，还有不定期的现金折扣，所以大家购物一定要来哪里呢？一定要来 Ever Rich 吃橙汤。谢谢美女店员帮我们很多，谢谢啊，谢谢哦，谢谢哦，谢谢这个我对我们是最大的礼物。好，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谢谢大家。この時代まだまだちゃんと思う。